条例确实有挚爱男性之处，所以是不要咯。东部的发展不可以追逐西部的模式哦。西部有高铁，东部就不要有；西部有高速公路，东部就不能有；西部有快速道路，东部就不能有。就是没有安全回家的路，重要的交通事故，还有买不到车票，或者是现在的雪隧塞车，好多钱哦。国不危险不是你部长说的，520之后可能您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要任何一个政府执政了之后态度都不一样，选举结束然后又说挚爱男性，这是在欺骗花东的乡亲。部长好，对于今天的花东快速公路的建设特别条例，其实你在你的报告里面已经做了结论了，你的结论是说，依据目前公共建设推动的评估程序，不仅开发过程需要兼顾程序正义，也要花确保花东地区环境人文的永续发展，所以请求大院委员审慎考量，并能基于宪政分际充分尊重行政权的完整性，不宜擅为增加预算支出。本条例确实有挚爱男性之处，所以是不要咯，是吧？对啊，但是跟你刚刚讲的有八月份有可行性评估，好像有一点点的逻辑不通。跟高检委报，但是我觉得花东快速公路，我还是支持他继续推动。好，谢谢。那我就跟您说，我接下来要告诉你，整个今天对于花东的人民需要一个安全回家的历史性的跟你做一个交流跟沟通跟告知您哦。我觉得好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的，应该就要持续来支持啊，这是政府存在的需要跟必要，也是人民缴纳税钱应该要予以来完成的。看一下1990年2月，也就是34年前，行政院就已经核定了改善交通全盘计划，然后把苏花高速公路跟花东高速公路列为环岛高速公路网的发展计划之一，也就是34年前我们的政府就已经看到了前瞻的东西。34年过去了，这个行政院核定的东部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还停摆着。然后呢，这个行政院核定把它停摆着之外呢，又有了苏花改、苏花安、苏花替，但是就是没有苏花高。苏花公路呢到现在也是支离破碎的，而花东高速公路更毫无讯息。看一下2007年，行政院又核定了东部永续发展纲要计划，以非常华丽的辞藻来宣示，说什么东部地区是台湾最后一块的净土，东部的发展不可以追逐西部的模式哦。坦白讲，白话文就是西部有高铁，东部就不要有；西部有高速公路，东部就不能有；西部有快速道路，东部就不能有，因为不可以追逐西部的模式。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建设东部是具有多元文化特质、自然生态景观、优质生活环境跟国际级的观光景点的区域永续发展典范，然后要成为这个大家所关注的议题，讲得非常好听哦，好像就是没有安全回家的路。所以我的解释是说，没有安全回家的路，花东地区每一次被人家关注的议题就是非常大的重要的交通事故，还有买不到车票，或者是现在的雪隧塞车。再来看一下2011年，政府为了要再度重视我们花东居民，然后又把原本的东部永续发展纲要计划提升为法律位阶的花东地区发展条例，然后规定我们的政府呢要以10年的时间拨400亿，好多钱哦，看来不是没有钱啊，政府也有钱啊。然后你们这400亿要作为什么呢？观光、文化、医疗、社福、交通还有基础建设。所以你今天的报告里面对于花东的非常多的交通的基础建设不是没有钱啊，动不动就是2000多亿，动不动就是3000多亿，所以没有预算没有什么都不是重要的，而是政府的决策到底。我们再来看一下花东地区提出第四期，也就是113年到116年综合发展实施方案的现况分析，它什么分析呢？第一，从观光客的观点，疫情舒缓了之后，我们看一下111年台东县的旅客人数增加了280万次，成长了52.99%。然后再从本地，也就是花东居民的观点，不仅仅是原住民族人哦，偏向医疗资源是不足的，长期以来都是花东居民深刻的痛。
我们检视全国重度级的急救责任医院的名单，花莲县只有花莲慈济医院有，台东县只有台东马偕纪念医院，都分布在哪里？花莲跟台东的北区。然后花东的地区从南区到北区交通最起码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啊，如果我们有重大的伤病，往往就会错失抢救的状况，所以必须是要有快速道路的机制才可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些都是你113年到116年综合发展实施方案里面的现况分析哦。所以不管是从医疗的角度，不管是从交通的角度，不管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部长您认为还是挚爱难行吗？不是，我您支持吗？我现在没有讲那个花东快速公路挚爱难行，我是讲条例啦哈。那刚才你那条例有什么挚爱难行？你刚刚说违宪，刚刚在场的委员就告诉你违不违宪不是你部长说的。是我主要是在这个中长程计划有我们的评估程序啊。嗯，然后呢？如果这一个你刚刚说八月份有个评估报告吧，就出来了。所以那现在已经是快要四月了。对啊，那请问一下评估报告里面的能不能宣布一下是什么？可是我又看到你今天的结论就是说是挚爱难行，无法推动啊。在讲条例。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讲清楚一些？到底可不可以？花东快速道路，我们是支持它往前走，做可行性。可是它是违宪，立法委员提出来是违宪的。道路建设没有违宪，是说不需要用这个条例啊。我也不想用什么违宪这个字，但是就是不需要用这个条例。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了。嗯，因为你如果个案就用这个条例是什么意思呢？每一项个决议也要做特别条例，什么？哎，每一个人都把他的个案计划都是变成特别条例，我是觉得这样。哎，那你的意思说不要提条例，但是呢，花东快速公路是可以完成的。对，我们现在在做，甚至于高速公路也可以。哎，现在就是我刚刚说了，34年前就已经有花东的这些建设了。不过现在可行性是做快速道路，现在是做快速道路是。好啦，我觉得官员在这边，部长，我很尊重您。520之后，可能您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还不太清楚。所以您在今天在这边态度，其实也不能够真正代表现在政府的态度，或者是未来政府的态度。但是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民意代表在这边告诉大家的是，花东居民需要从34年前就已经设定，花东居民需要一个快速安全回家的道路。不要任何一个政府执政了之后态度都不一样。我是一个无党籍的，没有任何颜色的，我也希望未来的政府应该是朝全民花东全民的利益而着想，而不是说要选举的时候提出什么样的政策，要选举结束然后又说挚爱难行，这是在欺骗花东的乡亲，好吗？谢谢。我们对建设都会支持啊。谢谢。好，谢谢高金素梅委员。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